Hello， 大哥，欢迎大家翻到我摄影独白 channel， 我哋 channel 专系讲摄影文化、艺术、技术，用偶尔讲相机嘅。嗱，今日呢条片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张我旧底影落嘅相，只系讲一张照片。凭呢张照片嘅话咧，同大家讲下究竟我哋点样样拣题材去影相。影完相我哋点论述我哋嘅照片，同埋我哋点样样将我哋嘅照片变得更加有价值。OK， 就呢条片同大家分享呢样嘢。OK， 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又喺我啲啊，即系吓喺我嘅藏经阁里边咧，就抄一啲吓旧嘢啦吓，咁搵到一张旧照片嘅。嗱，假如你喺我嘅 Facebook 以前有睇开嘅话咧，可能都见过呢张相嘅影像，但系呢张系张真照片嚟嘅，呢张吓一张真照片，曾经做过展览啊，我唔记得喺边度剪过啦，一张真照片，一张打印照片。嗱，呢张相咧，我而家系记得咧，凭住我有限嘅记忆。凌晨四点钟有限的记忆，我仍然记得呢部相机是 Sony 的 A900， 2400万像素的 A900。咁咧就呢张相咧系当年影嘅，咁啊大概可能是零几年啦吓，总之 anyway 呢日期啊具体唔记得咗啦。总之咧出呢即系影呢张相嘅时候咧，我是为咗一个目的，为咗做一个展览，要攞几张能够反映嗰、那个。社会嗰阵嗰个变化而揀个景嘅。咁好多朋友呢都会揀一啲呢行将清拆嘅嘢去影。嗱，我同大家讲讲啊，假如你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希望你啲相有价值呢，最基本最方便最快脆就影一啲将会变化嘅嘢，将会消失嘅嘢，相当正嘅。喺我哋嗰个年代，好多人都识噶啦。去大角咀唔系好多人，即系有啲摄影艺术家会识嘅。去大角咀影个填海，咁而家填完之后咪起咗成个澳海城出嚟咯。OK， 去牛下影牛下清拆，拆完牛下而家咪重建咗咯。后来影鸡寮，成个鸡寮拆晒，而家咪又去重建咗啦。整个社会变化咗，咁大家我哋就记录咗一啲旧时代嘅相。呢个系一个方法。呢个系个方法，但除咗影一啲行将清拆、行将消失，即系行将清拆嘅画面之外咧，我呢张相咧就系影紧一个唔系行将清拆嘅嘢。你望一望呢张相，冇乜嘢清拆啦，佢只系一个空间里边。其实呢度咧系元朗或者系新田附近啊，系咪咧？anyway， 我唔知具体点叫，总之系元朗坳头之前嘅附近一个位置。咁嗰度咧，呢张相咧系清晨未天光，啱啱天啱啱光嘅情况，个太阳都未出嚟嘅情况影嘅。呢度系西跌第一班车喺佢嗰条架空桥度经过。咁咧，我就喺佢前边一条路嗰度揾到个位咧，就影到呢个咁靓嘅 landscape。咁啊，当然咧，蓝天呢啲咧系 exposure 控制噶啦吓。咁啊 ，OK。影呢张相嘅特别嘅地方就系呢张相影完之后，呢度系陆续做建设，而家呢度系完全系唔同晒样噶啦，起满高楼大厦，啲屏风楼起满晒，你呢世都见唔到一个清晨 ，OK， 太阳未出，晨光第一线都未嚟嘅时候，西铁第一架车经过嗰个车轨，一个咁靓嘅 landscape， 而家系影唔到噶啦，冇办法。我呢张相就影一啲将会有新建设插落去嘅环境嗰度影，咁啊，所以咧各位就睇啦，而家香港有啲咩地方将会以后唔同咗，有新建设嘅咧，新界大把大把 project 做紧，你留意下新闻报道啊，有边度新界边度发展嘅话咧，你喺个发展之前佢冇嘢好清拆，你就影嗰个大自然嘅景已经得噶啦，已经系 OK。我唔知第日明日大雨会唔会又填咗吓，你喺填之前你咪影多啲相咯。咁呢啲咧就系都系一个方法嘅，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记录时代嘅话，除咗我讲一啲街拍记录人嘅生活之外咧，就算你影 landscape、cityscape 或乜都好啦，你影一啲变化将会变化嘅嘢，都系可以值得去影嘅。咁呢张相其中一个例子啦 ，OK， 咁啊顺带一提啦，呢张相系 A900 影嘅 ，Sony A900 影嘅，呢张相其实都系 A2 plus 啊，当然个画面呢个都系细啦。咁啊，其实佢仲有好大空间去放大嘅，只系我呢个展览需要呢个度咁解啫。2400万像素 ，full frame 出系冇 crop 到嘅。
仲可以放大好多。咁即係話咧，其實2400万像素嘅你做一個藝術嘅影像，綽綽有餘。所以咧，而家啲相機咧，如果嗰部拍呢條片剪完片都會出咗噶啦，嗰部 Z6V。如果佢都係2400万像素，唔好嫌佢低，夠使嘅。其實咧，我只係想話俾大家知咧，其實數碼相機發展到而家呢個階段，超過2000万像素係已經足夠一般用途去使。咁當然，作為攝影師，你有你嘅要求，你希望3000几万像素係你希望佢有進步。另一樣嘢，你希望佢有 crop 上個空間，我係理解嘅。我係理解嘅，咁所以咧呢剎那咧，如果你需要 crop 相嘅話咧，直接買部4500万像素嘅相機 Z8 咯，咁你就啲相咪任你點 crop 都得啦，基本上大概咁上下啦嚇。咁仍然有啲相機咧，基本上維持基本嘅2000万像素左右，2000万、2400万像素一般夠使曬啦。OK， 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啦，係嘛 ？OK， 畫面上高咧買到我推薦嘅台灣出版嘅正體中文攝影書，呢批書係台灣出版商好聰明地咧購買咗歐美同日本嘅版權，翻譯咗啲正書俾大家睇下。記住，不學就無術。不學就無技術，冇辦法睇多啲書咯，咁你咪識多啲啲嘢咯。OK， 嗱呢批書咧買三本就包順豐運費，我嘅供應商係佢支付順豐嘅運費，將啲書由台灣直接 send 俾你，有紙盒包好㗎，你放心啊。OK， 咁咧就買三本就包運費之外咧，仲送一條 USB C2C 嘅 L 插嘅供電線。呢條線嘅好處就係可以咧使到你嘅相機咧一边影一边充电或者供电，正嘅地方就佢一个 L 插，插咗你嘅相机之后咧，条线喺下低走，就唔同一啲一般嘅线咧，插完之后咧喺侧边走，使到你只手咧外边有条线咧就掉掉揈，相当舐咁 hea。咁啊 L 插嘅好处咧就系插完之后条线咧下低走，咁你个尿袋啊，你个供电器咧喺你后边个背囊或者喺后边嘅相机袋咧就完全唔阻你操作啦。呢条绳系有一米咁长，即系三尺多啲嘅一米咁长，系一条编织嘅线。編織嘅繩，所以咧就相當靈活地移動嘅。OK， 嗱上高就買到噶啦嚇。OK， 咁另外咧喺上高都買到我推薦嘅蔡司鏡頭紙，一盒200张，只係賣200蚊，而且係買一盒都包咗運費，相當抵啊！邊有人一盒都包運費嘅？係我哋包運費，點解咧？因為我哋覺得係應該好嘢介紹俾大家咯。200蚊一盒，減埋嗰40几台灣 send 過嚟運費，包裝嘅成本。等於收你150蚊一盒，你喺香港用邊度揾到150蚊一盒200张啊？你眼鏡鋪買嗰啲50张都要80-90蚊，你買200张都要買四盒，就都要接近要400蚊，接近300-400蚊啦，即係我 double 我咁滯，所以你幾鬼抵啦，係咪？半價左右就買到，好抵 OK。而且買三盒送一條爬山性相機帶，有顏色揀，買四盒揀啲顏色更加多，好嘛？佢上嗰度買到噶啦 ，OK。咁啊，分享到此為止，拜拜。